这才几点啊？爸爸说的对，一步一个脚印，朗读花能做到的，我也能做到。爸爸帮你在琴谱上写好了提示，弹的时候用心体会啊。好嘞，你就放心吧。这首曲子是在模仿吟唱的感觉，所以我们弹奏的时候要慢，节奏要连贯啊。你说的我都照做了，可肖邦为什么就没有反应呢？那是因为你还没有用心去弹。用心？是啊，每首曲子都有它的色彩，我们要体会它所要表达的内容，同时也要融入自己的感情了。融入感情？我猜肖邦也是因为被感动才跳舞的吧。静静，出来玩，我没空，别来烦我。静静，吃饭了？不行，我今天必须得把这一段练熟，任务完不成，我就不吃饭。这一天，你是不是也想爸爸啦？再过几天，爸爸就回来了，我们家。
肖邦，我们去接爸爸吧。妈妈今天做的蛋糕，你肯定没吃过吧？平时请都请不出来，今天咋自己出来了？哼，今天是我生日，我要去接爸爸。建国，建国，傻鸟，傻鸟！说谁呢？我抓住了一只傻大鸟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是大鹤呀！我怎么处置他呢？刚刚静静说今天是他生日，要不就把他送给静静吧。啊！可这鸟也太丑了吧！我有个主意。感觉不妙。救命呀！救命呀！说好今天回来的，又说话不算话。来了来了，快拿过来。静静会喜欢吗？女孩就喜欢这样的。祝你生日。喜欢的女孩。这早上出去还好好的，现在怎么？唉，女孩的脸就像这天，说变就变呀。傻乌，原来傻乌。阿乌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还好意思说，还不是为了你。原来大家一直都在找我呀，让大家担心了。快跟我回去吧。你还在犹豫什么？小宝，小宝。糟糕，有人来了，你快走。那你呢？我会回去的，记得带我向大家报个平安。看什么呢？下那么大雨，你怎么跑出来了？快进屋去吧。罗主任，您都几天没合眼了，文件让我替您送吧。这份数据保密级别很高，关系到整个项目的成败，我必须亲自送过去。小陈，这封信麻烦你帮我送回家好吗？您放心吧。大的雨怎么不关窗户啊？电话线路坏了，爸爸应该是被天气耽搁了，也许今天就回来了。
爸爸一定是被耽搁在路上了。没关系，你再等等，说不定下一趟他就回来了。静静，咱们原谅他吧，这么大的雨，火车肯定开不快。静静，而且爸爸和我拉过钩的。静静，我没事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我还要等爸爸呢。对不起，你的爸爸。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不听。陈老师，这是罗主任留下来的，罗主任在最后时刻用身体一直护着这个宝，保住了对国家有重大价值的文件。爸爸他不会死的，我爸爸去哪儿了？他答应我会回来的，你还我爸爸，还我爸爸。你的爸爸是个大英雄，爸爸因为你爸爸保护下来的文件，我们的任务马上就要成功了，他会守护我们的国家，让别人不敢欺负我们。你的爸爸是我们国家的骄傲。叔叔是在骗我对吗？静静，爸爸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在成长中啊，会遇到无数的困难，而这些困难就如同这无尽的黑夜，夜越黑，星星就越亮，但是黑夜之后就是黎明。爸爸真的去天上了吗？我觉得他好像在看着我们呢。你是不是也想家，也想你的爸爸妈妈了？小邦，你再陪我几天，就送你回家好吗？这也是我和爸爸的约定。生日快乐，静静。真对不起，因为要完成重要的任务，这次爸爸又要失约了。爸爸之前的工作遇到大大小小不少困难，不过爸爸和同事们一点也不怕他们。我查了，是这些数据出错了。这些数据都是苏联专家撤走的时候留下的。就像爸爸常跟你说的，困难面前要学会勇敢。不行，必须重新算出正确的数据。可是没有苏联专家的指导，我们……苏联专家也是人，他们可以，我们也可以。367,4260，57.14151779。数据算出来了，算出来了，算出来了！真的吗？时间紧迫，爸爸必须把这最关键的一步赶紧送出去，才能保证任务顺利完成。快保管文件，文件千万不能出事。对不起，我不是个称职的爸爸，这次就不能陪你过生日了。等爸爸任务完成后，给你带双新鞋回来。
请给我一点时间，我想跟他告个别。真希望爸爸以后能经常陪我。等爸爸完成了这项工作，一。神地盘的小子，他竟然还活着，哼，竟然主动送上门来，不客气。哎呀，我的眼睛，快跑，大家快跟我走，围着我干嘛，都给我追。前面就是火神的地盘了，大家放心，火神并不会伤害我们，那边的人类也很友善，还帮我治疗了伤口。这还是太冒险了，别让他们越过山头，都给我上。恐惧是我们对未知而产生的，您看我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？要么坐以待毙，要么大家一起冲过去。族长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族长，走！来了，大家继续向前。不行了，我快没力气了。坚持住。可我们要往哪儿跑？什么时候是个头？那不是第一次看见火神的地方吗？对了，昨天，今天是火神会出现的日子。嘟嘟，你带着大家往北边跑。看见绿巨蟒不要怕，在他没过来之前冲过去就安全了。那你呢？我去引开了啊！回来，太危险了。族长，莫吉能安全回来，我们应该相信他。往北走，往北走。所有供养保持在外围，大家一起向北跑。你们继续追羊群，这小子留给我。为了防止狼患，我们在前面这片草原上布了很多夹子。你们不熟悉地形，不要在这里乱走。可恶！
是绿巨蟒。看见绿巨蟒不要怕，在它没过来之前冲过去就安全了。小肥羊是我的了。哥，我过来了。快看，嘟嘟没事。他过去了，走。赶紧走。嘟嘟。伙计说的没错，绿巨蟒一点都不可怕。巨蟒走了，给我上啊！嘿，对面可是火神的地盘，小羊都不怕，我们怕啥？他们蠢，你也蠢呐！我可不愿意为了一顿羊肉得罪火神。是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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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可不想给火神当祭品。还要到那个时间了，看你还往哪里跑。会让我们成长，即使是肖邦以后也要回到族群，直面困难，承担责任。你已经无路可逃了。霍奇，霍奇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摆脱了狼群，族长让我们回来帮你。哼，又来几个送死的，我们一个个解决。你们不用管我，快跑！还是关心一下你自己吧。就是这个时刻。响了，收到信号了，收到信号了，收到信号了，静静，收到信号了。新闻公告：1964年10月16日15时，中国爆炸了一颗原子弹，成功的实行了第一次核试验。中国工人、工程技术人员、科学工作者和从事国防建设的一切工作人员，在党的领导下发扬自力更生、奋发图强的精神，辛勤劳动，大力协同，使这次试验获得了成功。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核战争的威胁。中国政府郑重宣布，中国在任何时候、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。晴了，风暖了，歌散花儿已风盛开了，雨停了，雨散了，牦牛又在懒懒晒地了，
但我见过海上飞鸟振翅迎着浪，也看过自不长夜的一缕光。我知道你像星星，永远为我指方向，让我就算在黑夜也不慌。莫急莫急，明天太阳照样升起。莫急莫急，要君好似白色浮云。莫急莫急，风雨之后化作彩虹。莫急莫急，只要我们仍在一起。臭小子，前路对面的林族有火山庇护，可千万不能跨过去，不然有去无回。